这点的要求呢，都要使用 KTV 录表示，或者伊有条片呢录到啲电视声，跟住就话呢个有版权获得，仲要咧系有版权有到咧 send埋个 Gmail 俾我，即系琴晚十点几。Season 2已經出了，有三把新武器，一個新專家，那個專家就波利斯有啲相似，那個新專家個樣子就真係好似克拉嗰個嘅，唔係可以擺一個固定嘅機槍，即係可以操縱個機槍嚟射啊，類似嗰啲定點機槍啊。兩架新車，我望到其中一架是運輸車的，其再再有嗰架好似 BF5 嗰架英國嗰架獵鹿犬咧，望到佢有技能可以射一個雷達裝置。多句啦，所有嘢都要通行證解先有。有一張新地圖叫做國錢啊，關於一張巴拿馬。做黑市交易的一個地方嚟嘅。Season 2佢話8月30號出開始，8月30號就星期二。雖然佢話30號 Season 1 last 一日，但係通常去到下一個賽季，唔係應該係星期四先嘅咩？點解突然間係星期二咧？或者咩都未準備好，點解突然間即刻星期二？你應該話星期二嗰陣。公布了 Season 2的內容未開始住，欸，我有個疑問啊，我現在已經滿 level 啊，經驗計不計落嗰個通行證嗰度咧？假定如果我已經99 level， 計唔計咧？佢印象中好似唔計。應該有一個新的賽季徽章，另外一個新的所有版，看好張會知道。不過 Season 2一開始會不會好似 Season 1咁樣？你都記得嘅，8點幾啱啱開始，跟住就留意到咧，好多人都話入唔到只 game， 又喺度 stay 喺開頭嘅畫面度，係咁碌唔到，跟住個 server 崩咗4個幾鐘頭先搞掂。
其實都仲玩唔到咧，原因係第一個咧，同時間個個都用手嚟玩，就好容易。我放咗一個迷因咧，個個係唔係冇咩垃圾機，仲真係一個錯過一張圖，真係爛到依個費事鬧。但我張圖唔係咁意思啊，玩家唔係好。我哋嗰堆玩家唔好期待呢個 season two， 我哋係知道會唔會突然間又玩唔到咧？個個唔明啦，永遠唔明，個腦真係都好傻。我諗咪中屎啊！都新增8000多宗過，比前日又多成1000多宗。我琴日跑到屯門，就嗰啲咁，我跑到去流入站附近咧，陰天跑到屯門咧，落緊大雨，開始落大雨。我跑翻嚟，我到跑翻嚟都仲落緊，唔係有停一陣。跟住忽然之間又落緊大雨，但係跑啊好快咁跑翻。我差唔多玩完，有3張電腦，一定要多人先玩到，單人係冇咗3張。之後玩一個，即係嗰時有冇貨？
嘅啫。1990嗰陣，夜晚得我自己過。我哥喺日本，跟住我跟住其他兩個去咗。去第二天，早早咁樣出去買飯，不過嗰陣係早玩單個，出到去見到一個只紅色衫嘅人喺度屌啲警察，自己個心，之前都慣咗。